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伊卡。洗手室就是我是两个孩子的妈，一个在肚子里面。然后这是两年前提出的专案，然后做还没有做完就生小孩，所以后来就没有再做。就是生小孩是可以轻松平和，然后不用打无痛，不用打任何事情，它就会自然发生的。那我上一胎就是这样做。那我们上一次想，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哦，所以我们有做这个生产计划书。那好像有些人就开始看，因为社群慢慢就是慢慢大家都慢慢结婚了，好，最近有些人结婚了，恭喜。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步入那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我们在生产前做了很多准备，但是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都是 DOC 档，所以就发现后来生完小孩，发现生小孩好像比做生产计划书还要轻松，所以决定，好，这是我们生小孩玩的照片，就还蛮开心。然后那个就是两个小孩的爸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做的这个自动把生产计划书可以一键打开，哦，那所以前面有些事情把那些 DOC 档片 markdown， 然后 markdown 丢到一个现在已经写好的 markdown editor， 它会产生出 PDF 档，哦， PDF 档它就会在那个有人就会做一些 coding， 然后再把它变成这个印出来的 PDF 档的那个 format CSS， 好，哦，所以这个已经做一半了。那如果对女性身体在医疗的生产过程中受到的摧残有点 不是很舒服，然后希望可以加入这自主生产资料整理的这个工作的话，可以来加入这一组。那今天可能会需要做这件事情，其实就两个啦，一个是整理题库，我们希望把这个很多题库分类，然后最后的呈现就是我要做这个生产计划书的时候，我就去勾选勾选勾选，然后按一个键，它就产出你最后希望的这个计划书，然后呢用程式把它再 generate 出来。所以现在程式听说是长这样，所以需要有一些用什么写的 JavaScript 好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有前端，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网站，它是一个相关资讯都可以流通的一个地方。那它的基础会是这个产生器。好，谢谢。